求大神鉴定这是什么品种的狗，为什么一看到有人拍它它就立刻做出反应，然后这个大伯家还养了一只兔子，这个兔子就在旁边，但是我没有拍进去，因为是味道实在是方便，而且关键价格便宜。这里我要说一下，韩国特别是济州岛的公交车上，他们不是所有的站名都会写下来，他们是空几个写几个，都是按照申请的。其实我建议还是包车比较方便，因为济州岛的景点分得很散，包车的话可以省下不少时间。